你身上会有洪水爆发是吧？嗯，很少。本来瑞士的土地的土质就不一样，岩石为主，而且你看这么多绿化。来，我们下缆车之后呢，往下走的途中呢，就有洗手间了，也可以去到我们原来的停车场的洗手间，或者下楼的洗手间也可以，不然去到因特拉肯的洗手间就另外付费的了哈。那我绝对不要付费。哎，你们好上面开着车。